好，等一下这一局。警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正中红心，把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强项，女生不死，男生在外场进来的机会非常大，给了外场的攻击机会。哇，小胖这球没有办法传过下来。前一周拿了三连胜，想要连胜的企图心其实很强。下扑扬物，好，等一下这一局。警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正中红心，把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强项，女生不死，男生在外场进来的机会非常大，给了外场的攻击机会。哇，小胖这球没有办法传过下来。哇，这球这一球坏坏，对，林志宇上场，对，很大的功劳，太厉害了。红轩打进去，红轩，红轩打进去，你会没力打进去，这个状况哦，到下半场可能就会没有力气喽。有了，尝试两分，有，现在是两块积分，是一分哦。刚刚应该是踩线了，做 S， 快点！毛红轩，哇，单挡之后出手，打！李辉煌抢到篮板，再交给黄红轩，有有有，这一次回到了篮板手中，林嘉佑试图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时间球没有拿，打了过，手手手手手，过了过了过了。球权再次传回来，红轩，你要过他，他守不到你。No No No， 你要过他，他守不动你。没错，现在黄队换人哦。黄队再次做出了球权的替换。有球，哇，上来就见收了。有。现在黄队3-2，一分领先了。红轩打进去，你不要投外线，你投不动的。你要把话听进去。天哇，好收 play， 来再来再来，准，快点射，举上，很大的撞挡，再来抢，好，有龙 rebound， 黄队抢到，好球，这个时候裁判吹出一个犯规，对，也换人了，对，还有可以，林嘉佑退场，要打进去制造犯规，因为投外线你们会推面包，不要投外线。上半场结束还有4分35秒，有了，有了，打进去，你要过他，传给队友，有了有了，差点晃过了对手的防守，漂亮啊，都会放松，有啊，好，要自己打上去，没有没有，哇，快起来快起来，快快快，很好吃。德德，你守好你的人就好，其他事你不要管。红尊的球，德德篮板，有了，黄队守下。不要乱传，不要乱传，进出来。黄队再次做出换一个换一个替换，换上了林志宇。我跟你讲，绝对不能投外线，你一定要打进去。因为你投外线，你就只会面包而已。三分外线的出手，有了，有。命中林志宇的两分球，防守防守防守，哦，这边要换颜色，有点勉强，漂亮，慢一点慢一点，角色漂亮，漂亮的假动作，有了，中距离结果短了，打进去，林辉煌要有人来帮他做一个挡拆，时间哦，对，注意进攻时间哦，剩下3秒2秒，旁边的要提醒啊，不用太多担心。停停停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再讲话了。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你们一定要把话听进去，不然你们打这场球，你们会打得很挣扎，会打得很痛苦。你们不要投外线，你们完全没有准，你们现在就是在乱打，就是一直靠着运球，然后又没有办法把球运好。不要投外线，打进去，他们才会犯规，然后多做一点废。这样懂吗？你们一定要去制造这个犯规来罚球，你们对你们比较简单。对，黄队有外线，加油上去，有了，一点，漂亮，出手两分，有。目前黄队是以10-4领先，比赛时间还剩下1分12秒。对，黄红不要投外线，这球，篮板篮板进去自己。队友还没有跑出空档，太远了，没有没有，接接，侯总侯总，可以就出手，可以再来，侯总来，上了上了，空耶，还一半的空档，漂亮，篮板，我也自己要捡到球，有了，自己有了，这个球没有进，还一个。
点。在上半场打完，目前黄队是11-4啊，七分领先蓝队。所以在蓝队的部分，相信钱姐也有尽量的传授他们的走位啊，跑动能够找出空档。这个后仰跳投弹了一下，结果又爬出来啊！红尊，哎呦，要小心他的外线，今天蛮准的哦。秒数，秒数。外面交，这个空档出手哟。林志宇，不错。林志宇今天的中距离其实还算不错哟。对，他目前个人已经拿下了6分了，是全场最高。漂亮，地点有，下半场黄队应该有听到我们的心声，漂亮，找到篮板球啊，红尊，哇，倒在地上把球给抢回来，精神很好，韦德来，左右换球运球，打板没有进，红圈你要打他，对，哇，这个出手手腕，他的手腕的动作非常好。黄宏轩得分，那个场地是比较小一点的，左右两边没有变。好球，我是15×11。哇，这个球硬打打进了，很好。林辉煌继续守，有了有了，爬了3公分高，这个球也爬进，马上还颜色了。13-6，篮板，这领先外线。这个出手有。对。没有，哇！再试一个，你要换人手吗？不行，我换一分钟，我休一下。可以，好，我他们会急 ，OK， 节奏不要让他们跟着走，不要乱跳，不要乱跳，球往里面杀，漂亮，这球爬出来，再接再收，黄宏轩到了防守篮板外线，马上出手，这个球短了没有进场，要进攻篮板再起犯规，黄宏轩犯规。打板去，罚球进啦，11-13。红圈外线出手，这个球没有进。哇，这边红圈打进去，红圈打进去，球又出手，接球空手接球之后，这个球进三的哇，这球漂亮，防防防防防防，对来讲是大补，对于蓝队来讲大伤啊，加罚也弹进，17-11了。黄轩的出手，漂亮！后仰式跳投，赶快收！黄轩外线的出手，对，欢迎耶稣！精彩！收起来，收起来！走，带一步篮板，篮板，没有进，有了！大空打，耶稣！耶稣！要放掉！再抓到篮板，再交给黄轩。上双了，拿到了10分，全场最高了。这场比赛黄队最后是23-12，打败了蓝队，拿下了半场球赛最后的胜利。我都跟你说，我会从锅底变锅盖。